近日，张艺兴现身上海某酒店，张艺兴留着中分发型，精致帅气。和周围的保安大哥相比，他的皮肤白了好几个度，但是只有身高就显得非常娇小了。有粉丝在拍自己的爱豆，张艺兴还特别贴心的让保安不要去阻拦他们，不愧是心地善良的小绵羊呀。网友留言称仔啊，好好穿鞋，鞋子好亮点，敢不敢再白一点，好想帮你把鞋穿好。早前张艺兴出席 Valentino 巴黎大秀，有网友提出张艺兴绅士的向粉丝鞠躬表示感谢，没想到在欧洲也有这么多粉丝啊。网友纷纷评论道，知道粉丝在外面等候多时，特地出来跟粉丝打招呼，是我们仔仔没错了，在国外的人气真高，继续礼貌我一心，胡也挡不住你的帅。感谢 Valentino 品牌的邀约，我们的小小少年小绵羊已经成长为风度翩翩的大男孩了，举手投足尽显绅士品格。张艺兴自出道以来都一直十分绅士谦逊，不管是对待合作伙伴还是对待工作人员都非常的有礼貌。